大家好，我今天来这个图书机里面示范怎样借图书。首先你要拿出你的学生证，之后在这个扫描器里面扫描你的学生证，之后就会 出现这个请选择图书的字眼，再输入图书的 number。然后就会跌出图书，拿出你的书啦。见面到书上面的巴曲，之后再在这个请选择图书的字眼里面扫描图书。如果已完成呢，就即是代表完成借阅的啦。见到这个请扫描学生证的字眼啦，就拿出你的学生证扫描。同時會見到咧請選擇圖書嘅字眼，再輸入圖書嘅 number， 圖書就會跌出嚟，跟住攞出嚟嘅圖書啦。見到圖書上面嘅巴曲，將佢掃描圖書，出現已完成嘅字眼咧，咁就即係借閱完成噶啦。